我想要向你忏悔。这段时间害你承受这么多，我若早知影，我就袂签这合约啊，佮害你搞嘛小事。你哪会知影？伊啊，你搞嘛小事的时阵，我拄好停水要啉啦，伫外口听得到的。我想要讲的是，我妈自细汉对我是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就算讲我妈无讲你，对你做出这么多超过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嘛无得真正做什么，嘛无得讲什么，因为是我妈，我是害了这块面子给伊。其实我拢会当了解，只是迄个时阵我真正气袂过。我嘛无想要让你受着委屈，所以我只好私底下甲你斗相共，卖让你输给阮妈。所以你找 Dennis 真正是为着我？这是我做会到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哦，咱就咧过去，我无得解释，等到佫讲一句歹听话来伤害你。即摆想想的，我真正是一个 asshole。我即摆想想的，嘛感觉你真正是。哦，我是今日水倒啊，想要摕水给你啉嘛。我嘛拄好想要啉水啊。哎，大林啊，完了。好啦。现在老火啊！啊，拄只抽的，何律师有甲我交代，按压五分钟，我袂记啊。多谢你。老实讲，其实我足幸运的啦。我妈安尼对待你，我也无徛伫你这边，啊，不过你一点仔拢无扣分，也无丢丢关挂红阿妈。多谢你，你真正是稳到救星。其实我嘛不是啥物圣人啦，我伫咧恁家时间虽然无长，啊，不过我是真正有感受到阿妈还佮我爸我家庭的温暖。这种温暖，我唔敢放手。虽然讲外观手术是常常看到手术，啊，不过还是有风险哦。你着爱保重你家身体，唔是为着阿妈，是为着你家己。知影我手术出来了，目睭一个白金，会先看到啥？当然，当然是天花板啊，阿伯是啥？放心啦，我会踮在你身躯边，你目睭白金，就会看到我。对啦，啊，你毋是有恐血症，拄则。这哪无惊着你啊？对吼，你真正是阮家的救星呢！唔来救阮阿妈，连我的恐血症嘛，因为你，看起来是减轻了。因为我是福星转世。嗯。你不是讲头壳发现水要花钱？啊钱嘞？退来！你看这狗人，要找啥物钱啦？你是啥物意思？敢讲恁头壳甲你放鸟？是
这个时间根本就无可能有人会来这发薪水，你一生五年拢摕袂到，我甲你骗的啦！你真的你啊！我见到你哦，叫咱们装监视器哦，你若敢甲我跑，我一定甲你告。监视器根本都无开，你搞我骗了！你真正是你呀你呀！你真正把我当作是假做的，你给我真相嘞！我跟你讲哦，都这么监视器哦，你爸嘛无咧惊啦！你要把我搞死？好啊，我先送你去银州地府啊！你坐监牢去告啦！卖个假死啊！安怎？要谋杀情夫啊？来啊！对家来啊！你哪不动手啊？啊！来啊！跟我打！真正好大胆嘞！啊，你想讲我唔知影，你有一个客人咧，互你扣，所以你才会这样摇摆。是啦，我被讲傻了，你手能手真，手空摇啦，放屁！你放屁！别讲假啦！我迄天对领导溜出去，拄到一个查甫啊，带人，给我两个一个称呼，顶我见死死。我叫我吼，以后袂用甲你卡着。伊对你这样好，唔是领导的呢？啊，不是啥？袂歹呢，真干巧，可以偷藏几片啦。我唔知你讲啥啦，会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莫家己气就讲拍大气，给你补了啊！我知影啦，你一个贱人吼，是你今日诱我遐查甫啦，所以才无时间去趁钱啦。那是讲你早都遐查甫，给你包吃啊！我做你不了我，你快点去啦！我家己哦，你甲我说安尼，好心不好妈妈同款，你真正是袂见袂笑。把手放开！哟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敢是我迄个上够有才情的大汉后生啊？哎。咱爸仔囝这么久无见面，你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我，安尼敢对啊？我再讲一遍，把你的手放开。我阿恁老爸呢？你即摆是咧？哎呦喂！你这个死囡仔！恁老爸我你也敢拍？你会老，我会大。我已经不是安尼悠哉咧拍的囡仔。哥再讲，我从来唔甲你当作是阮爸。你嘛是安那？是固定啊，生我发夹癌。你这尔啊唔是款，无用拳头不架势，要哪敢会乖啊？会对家己囡仔起脚动手的人，绝对唔是阮爸。我早当作已经死了。你无甲我友好，迄个准都煞呢。我敢甲我纠缠哦？恁爸今仔日哦，就甲你迄个不好主泡死啦！你不是要钱，退去啊！哎呦呀，乖宝贝仔囝，爸爸就知影讲哦，你上友好，无像你妈妈哦，遐尼啊无出头。
安尼生吼，爸爸就接受你的孝心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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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吼，可能无够我赔本啦，啊无，搁加给我看。恁爸吼，凡世阴暗连本带利，我搁赔倒转来。安尼是后半世人吼，都免烦恼吃穿啊。不错，当初想我做有做咩，辛辛苦苦甲强养大汉的，不管你有啥物成就，敢留下地带啊？你有啥物做开开的钱，钱是我的。你在想我咩啊？你敢在知影计数？敢搁有淡薄仔做人的尊严啊？歹势啦！我要先来去平分。啊，连江吼，咱一家伙啊，才好啊团圆啦，吼！我，你嘛需要支持吧？我会用给你啊。也不过我即马身躯顶无任何现金啊，啊无你用个，甲你银行的口座留给我，新的电话号码嘛给我，钱若汇过了，我再甲你通知。我袂当人心，安尼拖累着同群，你卖假啊啦！我看你靠袂住了。我两早吼，迄个笨手拍死，看来我这日日从当中个五点，就永远消失去啊！你放心啦，我前紧就要搬走，因为我的胃比迄个笨手狠狠狠，所以我袂阁甲你搁固定。你知影就好了。见见陈良生，毛走来找我，甲我呛声，叫我离你较远的，较要互你拖离着。那安尼即马，我阁提示你一届，离我甲亚杰较远的，最好是去一个无人识识你的所在。啊，若我后届你若是去人拍，迄就是你家己找。妈妈好，我生小姐，我走。因为你叫我搁叫我陈良生阿哥写阿龙引起我的两弟，妈妈拢知影。我当时人到底是想什么好意？难道有你一个好事，这么善良，这么友好？真正妈妈跟你讲遐尼多真心的话，跟你关照，跟你担心，我惊关的。你还是愿意关心妈妈，还是愿意跟你妈一边老笑不好过？啊，妈妈，妈妈不会好吗？我好遗憾啊！以后你一定爱好好过日子，爱平安，爱幸福，爱快乐，一世人知影无？若是安尼，就算讲爱骂叫我再讲，妈妈拢心甘情愿，我拢无怨言，我拢袂怨叹。